各位港島西的選民大家好，我是葉劉淑儀。今年的在新的選舉制度下，有人以為沒什麼競爭，其實競爭是非常激烈的。我們建制派裡面的候選人個個都很認真，爭持激烈。我是面對目前很大的困難的，我目前陷於困境，因為港島西的選民只有37萬，很多我過往的支持者都去了港島東，而且港島西是個範圍大了很多，包括離島、大嶼山、南丫島、長洲、蒲台島等等，這些個地方我都是沒有辦事處，是過往是不是學其他大黨那麼多裝腳幫的，所以其實現在我是非常艱難的，而且確一票不可少的。希望大家記住支持我葉劉淑儀，我的政綱是最完善的，由一國兩制去到土地房屋、貧窮、醫療衛生、教育、北部大都會發展，如何提高香港國際地位、人權、自由、民主，我都有包括的。希望各位投我一票，一票不可少，等可以翻返立法會推動政府變革，等香港明天會更好。多謝了。